溪口乡公所文化团队呢，多年来都深耕地方，那与学校、地方机关团体都有良好的互动、互信跟共好的默契。那公所的团队呢，长期跟在学校推客语啊、歌谣、武术，还有客家的布袋戏传统的技艺。尤其我们在110年的时候，又共同的去编辑这个乡土百问的部分，所以对于这个校本课程的部分的脉络所推的部分是非常掌握非常的清楚的。然后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溪口的街区课题的计划，这个子计划当中推展在地的这个教案，最后也会传入到学校而做。那公所通在这次提案之前，我们已经多次的去跟学校沟通讨论评估，甚至我们已经达到共识以后才去提案的。那当我们获得到这个补助的时候，学校有自爱难行的时候，公所也会主动去提出这个解决的方案跟出口。那在公所的文化团队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们透过这个课题计划带孩子去做这个族谱探索的过程当中，那会发现到说孩子跟家长的紧密度更好了。